留给别人，完了平时在悲伤留给自己的一种，就可能在镜头前啊，不是在现实中唯唯诺诺，在镜头前就是大大咧咧的这种一样的状态。在这四年呢之后呢，我感觉不仅是带着这种自己祖国的这种情怀在里面，可能是在这四年当中滑的每一秒每一个每一秒每一个片段里头，就是这四年当中每一次训练到力竭的时候，这种一刻刻的片段，对于我来说滑的不仅仅是一套节目，对于我来说就是滑的是自己